团结在一起，才会保卫着我们每个党员的个人利益。希望我们的党不会被他破坏，我们永远的团结在党的中央，反对搞分裂的一小撮坏人，他们恐吓我什么？恐吓我有基地啊！你如果跟着什么刘东兴，你有问题的，我说让他告，可以告啊！法律是人人平等的，不信是绝不会的，因为是在美国。不是在中国啊！希望我们的党是要正确的方向走下去，希望每位党员团结起来啊，来抵制这次不良的评价，好的，谢谢大家。现在我再给大家唱一首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因为我们党就是要靠团结才有力量，好不好？希望呢每位党员发出内心的唱出来，谢谢大家。团结就是力量，预备，唱。Okay.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力量是天，力量是钢，你先写了，好不好？先写了，过来叫他给我先写嘛，撞过来，对，啊，团结，我们